啊，原则上我不站在那边，因为我觉得站那边好，站在这里好远。我喜欢站近一点。OK， 我们来看哦，我往下看哦。刚才如果这个圣经节，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时间。那基本上这个是两个非常大不一样的题目哦。好，我们一起来念，现在念啊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已经打在 PPT 上面了哦。这一波应该不会太小吧？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本来摩西对神说：“看啊，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这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代。好，请告诉我，我们这个神叫什么名字？自由啊，什么？好，这原来的意思，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从起初的，我是到没有 ending 的。各位，这位神他是个怎么样的神？可能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耶稣。但是各位，你知道吗？在神的属性当中，除了耶稣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圣灵，还有一个就是耶和华。那你说这个属性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可能没办法这边多讨论。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这位神他是自有永有的。跟你隔壁人说，这位神是自有永有的。这位神是自有永有的。意思怎么说呢？啊，这个字有点变成这样子，怎么办？你可以帮我排一下吗？弄小字一点。我要跟大家解释，在圣经里面，神有很多名字，一般我们都说耶稣基督。你可以调一下吗？后面的 PPT， 可以帮我调一下吗？各位，时间就永恒的这位神的 Alpha Omega， 如果在希伯来文里面，他讲什么？他是我是存在的 ，I am。呼，哎呀，我存在，所以神这么就存在的。哎，你字可以排小一点，没关系。哦，排小的就跟我讲一下，我是自由永有的。那意思说，我一直都存在，从世界还开始创立之后，到未来，它都存在的。那你说我们对时间的概念是什么样？你看我的手哈，如果时间从那一头到那一头，时间，这是我们的时间。哦，我们人开始计算公元前好了，公元前。这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哦，我们有个 BC， 有个 AC， 有没有？从耶稣诞生之后，公元前之前，这叫公元前，这叫公元后。那我再算，如果说这样是公元前，从耶稣开始共我两千年，大概在这个地方。各位，你知道时间那么长，两千年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就在这里而已哈，就在一个点而已。而且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点。这个时间的观念跟所有在神的永恒当中里面，请告诉我能不能比？不能。没错啦，你讲得很好，没有，真的不能比。我这样说，天上的星星那个小那么小，你看起来很小，对不对？但是各位，其实它非常的大，但是它整个永恒的整个宇宙当中里面，真的看不大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对时间而言，这位神是自由拥有。我原来的意思说，我一直都存在的 ，I am。所以我们在说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来念这些，我先念这段话哦，来一起来，可以来。他是，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我是存在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是那位真实质的、独立的、不变的、必要的存在，他现在是，以前是，将来也是，他是自己存在的，他是属于他自己的，不依靠任何的事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有人说科学叫第一因，什么叫第一因？所有事情的源头那个第一因，这位神是那个第一因。哦，所以各位对创造论而言，就是因为神开始给予这个世界，开始带来这个世界的生命，所以才形成到现在。哦，所以是它是这样子的，乃实质存在，是充分的，是一切存在和源源不断的。我这个不是这叫开胃菜，我现在还没讲到重点哦。好，各位，第二，这位神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现在持续式，就从神代从起初开始到未了，它是一直延续的，所以我们只在其中占了一小部分而已。我现在是等同我未来是，我未来是等同我过去是，是而神是一切存在完美的源头，万物靠它应当存在，在里面我们存在、动作、存在哦，这些字哦都是表明神永恒那个永恒性。OK， 底下还有一些啊，我在从约翰福音里面找到的关于我是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他是生命的粮，然后呢，他是世界的光，他是什么呢？他是羊的门，他是什么呢？好牧人。我是复活，他不是只有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他本身就是复活。各位，我们刚才姐妹讲说，我们要复兴我们华语堂，复兴原来的意思就是再活一次，希腊文就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就是什么？对西哥沃就是复活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其他小字没有看到吗？没关系，请大家自己找，可以往下吗 ？OK， 好，我是生命啊，就讲过了哦。道啊，我是真葡萄树，这是神的名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在真本圣经，你可以看到几十种关于神是怎么样的神记载。但是这都是我刚才讲，这是开会菜。我们想来读这段话，来一杯希伯来书，一杯请。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他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基本上讲到这里，你应该会听不懂，是很正常的，因为我讲的有点像哲学，甚至神学。但你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很少接触。我们其实听牧师讲，如果你花时间读圣经，你会发觉到，基本上这位神比牧师讲的还要大，还要大。大到有程度你难以想象的。那你说那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因为你活在时间里面，你很难去体会永恒的那种价值，你很难体会那个永恒的真实，因为你太小了，一只蚂蚁怎么跟人对话？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只说人类而已呢，这位神比人都要大多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我们有限的脑袋，我们想这位神拍谁哦，你只能用想象的而已，你没办法真正的看见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有一种方法可以真的看见神，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真的会看见神。那你说怎么可能？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这样说，我们的赞美，神是以我们的赞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所以各位，当你来敬拜他的时候，他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但是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律法既是美事的影儿，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指地上的，地上是天上美事的影儿。那什么？请告诉我什么是实体？第二嘛，永恒嘛，永恒才是实体。我们现在有限的时间是影儿，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各位，我们在人生几十年哦，为什么说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因为就是虚空。我们的长老说虚空，各位弟兄姐妹，好了，我接到我的主题。我们在永恒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神，想象不到，甚至你觉得很无聊，甚至你觉得这个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各位，你在其中啊，就好像你每天过的日子，你在永恒当中里面，神纪念你，神爱你，但是不好意思，我要告诉你，那只是影儿。我再回过来，我再补充一下。什么是实体呢？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有的请举手，有拍照片的请举手。各位，照片拿起来，好，这是迪士尼乐园照片，这就是影儿。实体在哪里？迪士尼乐园。我不管你没有，我不想你们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还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还是香港的，还是现在上海的。各位，那个实体在的地方，那叫实体。但是呢，我们的照片就是影儿。各位，我再讲一句，请你站起来。他的影儿在哪里？在那里，哪个那里嘛？哦，有个地方，因为有太大的，你们看不清楚。那个影儿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子。实体在这里。同样，这位荣耀的神就是这个实体。我们，我是形容，我是形容，而且神是不是有形有体而已哦？第四。
这个影儿啊，这个影儿才是我们的生命脊柱。所以啊，现在请回去坐。所以各位啊，不要啦，你站在这里，人家会看你啦。长得那么美，人家看你不看我讲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实体？就是新神所创造的那个自己极美的荣耀，那个荣耀，各位你很难想象的。所以你听我嘛，你也莫我去搞我啥关系。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人生，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你们。所以对永恒而言，时间有没有意义？我再讲一次嘛，虽然我是哲学家，但是我要讲，在永恒里面，时间有没有意义？没有。我告诉各位，一点意义都没有。换句话说，在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在神的眼光里面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各位，为什么我们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回头看我，我给他们俩讲完，我快60岁了，回头看我，虚空的虚空，我到底做了什么呢？你可能说我做了很多，是吗？我拿了一个 PhD， 2个 PhD， 是吗？对，我竟然里面有充满很多，我告诉你都是概念的，你相不相信？你手张开给我看，哎，说，哎，不管你是教会的朋友还是邀请，张开两只手，握起来，张开。你看到你手上有没有东西？没有。不好意思，这就是你现在的现状。你真的是什么都抓不住的。哦，你说我口袋很多钱，是吗？那是放在你放，那是保存的啦，给你管理的。你确定那个时候是你的吗？是。哎，你是？他讲是，这个不对，这个要讲到账上哲学。这个好像是我管理的。我们有，你说我买那个房子，地谁的？你说地是我的，是吗？你确定？请你回去想想看，你人生追逐的当中里面就是婴儿。如果是婴儿，请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操劳吗？我告诉各位，为什么回头过来看，有人这样说，人都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那句话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努力放那很多，不是这样子，而是想想看。我努力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努力的到最后面虚空的虚空，那真是，你听得懂意思吗？各位，虽然时间在是个影儿，但是各位，神也介入时间了，了解我意思吗？神介入你的时间，神介入我的时间。我1980年信耶稣，我在1980年那一年。我不晓得，我就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那个历史里面，吐都进到我的里面，我的生命里面就不再是我自己的生命，而是耶稣把个新的生命给我，我开始一段我的人生的旅程，这就是我在时间里面神给我的。神怎么用时间呢？有三点。第一，神借着时间来雕塑我们，让我们从影儿变慢慢转化成实体。第一个我说，神要雕塑你，何必有人说神要雕塑你，神要雕塑我。各位，什么叫做雕塑？雕塑就是你看一个东西还没有成型，神借着时间让它没有成型，慢慢成型出来，慢慢展现出来，让它慢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各位，神借着时间来雕塑你。各位，雕塑好不好受？不好受。你们都知道不好受，你看那个树子啊，长，让它自然长就好了。你就发觉到有人就把它剪掉，为什么？剪出一个很漂亮的样子。你们看到有那个木头，我去山里，我一个朋友是非常厉害做雕塑的，我们艺术学的哦，他是雕塑，哇，他随便刻一个都1-2百万。我说这茶呢，才1-2百万，嚯，你怎么能拍谁？人技术性高啊，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长木子，那个随便一个东西怎么弄就是那么贵，石头就磨一磨，一个80万，你搞我骗，我一坐你遐嘛袂死啊，袂练功80万，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因为它雕塑过，那个价值就跑出来了。各位，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黄金一样，黄金怎么来？从很多矿物里面挖出来，然后再把它弄起来，然后用水过滤完了之后，然后用火给它烤好，啊，杂质把它烤烧掉，然后剩下纯的东西，那就是黄金了。再做成不一样的，请告诉我，花不花时间？花。花时间。
跟你隔壁的神，神要告诉你成为可用的。神要让我们第二个，神怎么用时间呢？神要让我们借着时间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各位，你记得你信耶稣以前的状况吗？我记得我信耶稣的时候，期待耶稣啊，我要记得啊，就你和我在公车，马上公车来了，我说感谢赞美主，上了公车有没有？就走了，嚯，很高兴，常常告诉人家上帝求听我的祷告，有没有？我不想你们不会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发现他信耶稣几年之后，我很惊讶的耶稣，我好急哦，去公车来，公车还是不来，公车不来就，哦，主耶稣怎么办？迟到了怎么办？还是不来，所以真的就迟到。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位上帝到底垂听祷告还是不垂听祷告呢？真怪！各位弟兄姐妹，小孩子如果很小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要帮助他成长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给他，给他。那你大一点呢？如果像这个，像这个呢？像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如果那个妹妹说：“妈妈，我要一辆坦克车。”你会不会买给他？不会啊。那他马上叫他旁边去罚站。为什么？你要坦克车干什么？我要打，不要打共匪，好吧？那些也不会这样。现在也没有了，我们常去冲国，那大家都是兄弟之邦。各位弟兄姐妹，那如果妈妈我要买一支刀子，他会不会买给你？会啊，弟弟说我要躲在学校里面，就有些同学欺负我，我带一支刀在身上。你想妈妈会不会买刀给你带？不会，对不对？因为对你危险。所以各位啊，你会发觉到神借着时间来训练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强壮。我发觉到我30岁、40岁，到了50岁、快60岁，各位弟兄姐妹，我的信心就在年龄的增长当中就建立不一样的。在我的里面，我不能说越来越强，但是我发觉到我在不再说我到底一天祷告神垂听叫做有信心，还是一年祷告神垂听才叫做有信心。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祷告一天马上祷告神就垂听了，这叫有信心，还是祷告一年神垂听了叫做有信心？赞成一的请举手，赞成二的请举手。刚才没举手的请举手。啊，你们是什么意见？都有时候根本不听啊。哦，根本不听哦，还根本不听啊。各位很有意思啊，有时候神听，有时候神不听，有时候你以为神都没听。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信心都是这样在时间建立起来的。我讲的简单的，我的服事哦，可能大家不大知道，常常我一个人，你知道我常常带一群人到处去布道。我们去哪里布道？我们去庙布道，我们去很多地方公共场所传福音。那你说我们传福音会有很多困难，我不骗你们，真的很多困难。你车跑要车油钱，我告诉你，钱是小事，最主要要人往前走很难。我20几年，我不知道换了几批同工的，那些同工到现在已经出了30个传道人了，牧师传道人，马别人地方大威。那以后在国外，所以今天下午我一个从美国回来，我以前磐石的同工，也在台东，在台东是卖药的，卖到有一天跟我说，我想出来，我想献身给神用啊，我想我们这种小单位养不起你，那你就读神学，他读的神学过去美国，现在就在那边服侍神。我去过他大陆的教会500多个人，华人教会500多个人，但是你知道吗？神就击打他，为什么击打？所以我们形容是击打他，他的太太就。过没有多久，得了癌症就过世了。感谢神，神预备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姐妹，又让她结婚，他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样来搬去洛杉矶。各位弟兄姐妹，在20年里面呢，神借着凡时间训练他仆人的信心。哦，各位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哈，我不晓得跟你们这样过。有一天我突然有感动，圣灵，我叫圣灵感动我，我就打电话美国，而且找了很久电话哦，因为很久没联络了。打过去，我就感动，就是要打电话给他，就是怪怪，就是一定要打给他，好吧？打了就打吧。哎，你好啊！那个电话听到是我的声音，哎，洪文哦，我说是啊是啊，哎，你好不好？我没有讲他名字哦。结果你知道就这样子，然后都停了大概5分钟，都没声音。我某某某某某某某，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大概讲了10几声，然后我就安静了，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哽咽，一哽咽，他一告诉我说他的太太要被主接走。我说啊，他太太是我介绍的，在台东，所以这是第一对传道人。各位，你知道，虽然他的第一个太太被主接走，神预备第二个太太跟他在教会服事，特别是从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姐妹，我就发觉到神带的路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就是时间在你生命当中
也要让我学习的信心。各位，我服侍那么多地方，有没有困难？我跟大家保证，我的困难可能比盖这个教会还困难。我不骗你，真的。我遇到我的学弟，他叫李永峰，他是指风车巨头的。他跟我说，他一年，台湾四年，好，台湾要花2亿。真的，他们好有钱哦。这要剪掉哈，就不能放在。等到李永峰告诉我，哎，学长你怎么漏？真的，他们非常有钱，他们都跟政府要的这钱。我跑了四趟，才花6000万。四趟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年哦，一次有4年，我跑了4次，我现在是第5次的第3年。我再讲一次，我跑，所以你知道我花已经跑了几年了吗？16年加3年是9年了。这19年不包括我在这之前才有10年在布道的日子，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大概刚才我们跟我们传道都说，我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在传福音，他有空的时间，闲暇之余就开个研习会，帮助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啊。各位弟兄姐妹，我爸爸什么？我的同工已经退休了，你知道吗？他是牙医师，他跟我说，哦，我满25年，我要退休了。还好，感谢主，神祝福他，我让他工作没有缺乏，他就退休了。我说我更应该要退休，那我为什么不退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前面困难好多了，我不骗你，我每次早上。我真的想到，你知道吗？我们牧师才负责200-300个，黄牧师负责200-300个。我看到是全台湾的，我看到是全台湾。哇，台湾动这些，我来抓你，刚才。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烦恼多少？我的太太跟我说：“你不要那样子啊！”为什么不要那样子？我说：“我不是我要那样子，我不要那样子，因为神就叫我看见，神就叫我做。我说台湾368个城市，我就有时没事就要给他走一趟。”各位，你知道吗？你不要说台湾大不大，我告诉你，台湾蛮大的。但是台湾真的比美国真的远的，因为我们去美国很快，你很少会去广工，你很少会去二林，你很少会去原厂。各位弟兄姊妹，那些地方你可能没去过，可是美国搞不好你是二个州你跑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到。我那跑了第5圈，我跟神祷告说我要跑7圈，不是7圈，7轮啊，7轮，一年四轮四年，我要这样，一年我跑4圈，不，4年我跑368个城市，我要跑七次，所以我就算过我都要跑70次就可以撒油拉拿了，但是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在跑？不甘心。为什么？我如果看到困难，我就不做，我老早就不做，我去大学教书，不骗你。前段时间还一个大学找我去当系主任，音乐系主任。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我学历，我有学历，很早就有了。那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就这样带着侍奉？我满战熊的呼召我出来做，我只好做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被选上就，我不能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倒大霉啊。但是我告诉各位，真的被呼召到了。就只好顺服，像摩西，像这些服事的人，像传道人一样，他被拣选了，那就我多啊，他自己有工作好好做，干嘛在教会里面被人家？你知道吗？我在台北教6个大学，我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很有意思哦。我以前他是我学生的时候，我说哎，来，请帮我做事。我告诉你，照他不会，真的。为什么？老师叫他工作，请他帮忙，他非常荣耀。我在教会那个时候，在台北一个教会当小传道的时候，哎，请你帮我，谢谢再联络。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走路有风，看到人市场还像那里还怎？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当传道人，人理我都不理我，我骗你。所以你看黄牧师，你会看传道，哇，我们这服事多好，多营养无代志，各位你还解气，还谁哦？你这方面你就知道，我不骗你。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就借着时间来培养我们的信心。我如果没有看到台湾真的被翻转，我本前锋来打你，中华娘，这中华小 case， 我不骗你。但是各位，我讲这话求主怜悯，我有点骄傲啊。但是我这样说，我说干嘛？我一个人啊，我就学那个爱尔兰某一个布道教说 ，Give me Ireland or I die。是啊，我的弟兄兄弟 ，Give me Taiwan or I die。我已经死了好多次了，早点死了算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信心建立就是在时间里面。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时间会帮助你成长，时间会帮助你开始茁壮，更重要，时间会让你更越来越认识神。第三个，神会借着时间来医治我们。请告诉我，在你的成长过程里面，在你跟人相处当中，有没有受伤的？没有受伤的请举手，没有失望的请举手，没有挫折的请举手。所以这里你们都正常，因为我也是。各位，你会发觉到常常受了伤又不能讲，你听得懂我意思吗？被人家误会，讲得很难听的话，有没有常这种状况？你这个老婆来，跟老婆误会，常常会这样子，然后你就忍着忍着忍着，感谢主，时间一拉长了，你就被医治了；时间一拉长了，你就开始发觉到，哦，回头看，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计较的，真的。我这一个礼拜就送了两个比我还年轻的牧师离开这个世界。各位弟兄姐妹，那呢？这点笑脸，大差的工一个，那一看老糟了，脑袋里面没多久，很快。一个是猛暴性肝炎，都是很好的传道人，又不是不认真，很认真，这阿被死人都无看到，阿弟兄弟，他大家拢出来，你们听得懂我意思吗？啊，听不懂，就是说，那他在努力的时候，大家没看见被主接走了，大家就来说，哦，感谢主，这是一个良牧，这样子啊。良牧已经被主接走了，良牧啊，这个姐妹好棒哦，在活着的时候，不是说你，不是说做女女啊，这个姐妹好认真，服侍神哦，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在追思礼拜讲的。平常为什么不赞美他一下？跟你跟别人，你在神的眼光是最棒的，赶快。所以各位，神借着时间来医治我们。所以各位啊，你遇到你人生的挫折，你没干嘛急，你不急啊。各位，这人生几十年过了就算了，但是各位，你要好好的让时间，借着时间让我们来认识神。好，再来，那人怎么用什么时间呢？虽然我们很有限，我们活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告诉各位，这对我们人是一个描写哦。我想了半天，我把它列为三点。人用时间第一种方式叫做超捷径。各位，点跟点哪里最近？直线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喜欢超捷径。我们用时间，我们做事的方式常常喜欢超时间，用偷懒啊，我不能说怎么样，但是我们都超捷径。怎么叫超捷径啊？那样走，哎呀，红灯要过去就到了，管他红灯，就给他过去了，有没有？有没有？做事也是这样子。哎呦，啊，你这么晚红包赏得好啦，听得懂我意思？送红包就解决了，哇！我们有等时间，各位，我们以前我在921的时候申请一个车子。这个30吨的卡车，那个30吨的卡车哦，各位，我们送那个案件送去哦，你知道吗？送3个月还卡在台北市监理所啦，我就很担心说，哇，会不会这辆车申请下来，耶稣就再来了？所以各位，我去找了一个立法委员，一个好朋友嘛，总是有好朋友是这种角色的。我说去拜托他，那个人就跟我说，我太太去就好了。好，他太太，因为我们也认识。他在成大教书，那个时候，各位，我们就好，那就某某的一起来去了。去的时候，进到交通部，不好意思，交通局长见面，见了面说，麻烦交通次长专门接待。吼吼，去交通次长接了两公安，来专员过来，帮这个那个次长夫人，把这个立法委员夫人帮他处理他的个案，我就把东西拿给他。你猜多久？1秒。不到半个小时，案子就过了。各位弟兄姐妹，官说真的很有效。如果你有认识这种人，真的很有效。我一直摇头，那些老百姓怎么样？我们的效率那么差。但是各位，我们喜不喜欢走捷径？看情况哦。对了，你讲得很好。但是照理说，我们应该不能。神给我们捷径，最好的捷径就是仰望神啊。阿门。但是各位，我们常用人的方法。在走捷径，买药这个买这个啊，这个孔明兄不到，我就买这个，没有想到这个药。但我不想你们哦，不要对号入座。我只是突然想到，因为我们最近去华邦服侍，下个月要去了嘛，你知道我们就医疗团进去都要拿药，他们的中国的人很厉害，你知道吗？这个药这个药这个药，哦，一个插2码，还有插3码，插5码。我本来还不是很了解，我终于有点懂，原来买这个那个哦，差很多呢，很多。为什么一买就一堆药？我不想你这医生可能不要知道，我不了解。我虽然看到哦，比较差钱差很多钱，
这样买一堆才一包加上，差可能差80块，差60块啊！如果买更多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喜欢炒超级鸡，你知道吗？捷径最好的代表就是 fast food。我们喜欢去麦当劳买东西，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YouTube 里面说麦当劳面包放12年还没有烂掉？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吗？害我都不太敢吃啊！为什么？因为我吃的东西不消化。各位弟兄姐妹，超捷径的结果问题就来了。第二个，不耐的，我们喜欢绕路，绕来绕去，我们怎么绕路就绕路绕路，你要安静下来，到底怎么走？各位，我们的习惯常常就是这样，绕绕绕绕绕，人生过了有没有？还在绕绕绕绕绕，我们知道这个是没有解决，透过别的方式有没有？这个不能又透过别的方式，我们对待的人也是这样，对待事也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的结果怎么样？你自己想。第三个。我们既然又没办法超捷径，我们绕路也没办法，那我们就站在那边不动，拖就用力拖，拖到怎么样？拖到水到渠成，有没有？我认识一些办公的人，不好意思，我不能讲名字哦。你知道那公务人员，他说很简单啊，案子送不了就丢在那边，反正我薪水还上名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在那里啊，反正上面的没批下来就等啊。我现在觉得上面的人，那个人是还蛮大的官了，我不能讲名字哦，这个不能要对号入座，一讲你们一定知道，一定对得到。但是各位，他说我就等啊，我就拖啊，你中央这里不拨下来，我就等啊，反正到时候帽子全部推给你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个人不是这个心态，他说我很希望这个案子赶快下来，因为很多建设需要经费，可是不好意思要不到经费，为什么？因为在排队，所以只好等。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些例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用时间大概这三种方式。等一下我别走吗？你会想超捷径吗？回答我会不会？会。会想超捷径？你会不会有时候绕来喜不喜欢绕来绕去？因为没办法直接讲，我就讲些话啊。你好好，我以前上我教学生都说，哦，你非常有潜力。大一进来，哦，非常有潜力。第二年，哦，非常有发展。第三年还不错，继续努力。第四年，哦，赶快加油，赶快加油，大正要毕业了啦。各位，加油加油，其实他已经没有救了。真的，教学生，你一首曲子打一学期也打不起来。哦，我怎么教你呢？哦，我本来一学期只要打4首，你打一首，我怎么办？过了第二年还是打那一首，啊，你第二年总是要换曲子嘛，主修换嘛。你知道吗？到第四年，主要差办一场音乐会嘛，都挑那个最简单的。我说你最简单也没有关系，你谱也背不起来哦，真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发觉到我们用时间不是拖，我也拖，我也是绕路。男的歌不选，选简的歌给他唱，选他不行啊，随便你自己选。你听得懂我意思吗？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会想到？你的时间就在这当中溜走，你到底怎么管理你的时间？我到底怎么管理我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念诗篇，就是你的时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日子你不要以为都一直很年轻。我还记得我20岁站在金门。那个水头那边战略兵度过我20岁的生日，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唱歌不错，祝我生日快乐。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真的，因为只有个人战略兵啊，都是我生日，啊，58岁了。快哟！我们人，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人长老娘以前做水做简单用的，他们看见帅哥他叫袂掉，做平来啊！各位，想当初有没有？想当初，我们要请郑医师讲一下那个追老年的那个浪漫史。各位回头看，4年过去了，你真的确定？你的人生是做最好的投资。永恒的生命虽然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各位，
你千万不要把人生只放在一时间内。你们看看，永恒当中什么是永恒？神的身上，你为主做，你会发觉到你的头子就对了。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里有的没的。我不是说赚钱不好，我不是说工作，我不是，不是说你为什么工作，你为什么赚钱？我再讲个更白的，你吃饭是为了服侍，还是服侍才来吃饭？你要认识神才来吃饭，还是吃饭才来认识神？这是不一样的。你是要让你的人生是为了一口饭而活，还是为了一口饭在营造你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人生怎么经营，就活出怎样的生命品质。你要怎么样的生命品质？你是我问一下，你希望你的人生每天都经历上帝的祝福的请举手。不管你信主有没有很久，请放记住举手。你希望人生过得摇头叹摇头又叹气的请举手。我赶快把手放下，我希望对不对？各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在过摇头叹气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就经营在有限的里面，而不是经营在永恒当中。什么是永恒呢？基本上神道成肉身进到时间里面，你如果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必能学习怎么样经营你的永恒生命。各位，来跟耶稣走绝对是没错。在座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请举手？不，信耶稣的请举手。你已经信耶稣的没有关系，请举手啊，请放下来。刚才没有举手了，你要不要给耶稣的机会，让耶稣住在你的生命，管理你的人生，让你在永恒当中有份？愿意的请举手。就是没有举，刚才没举手的，请放下来。对，我刚才问的很好，刚才你有没有举手？请放下。感谢主，我要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如果你愿意你的人生投资在永恒当中，我要跟你保证，你的人生绝对会越来越精彩，因为你的人生不再是你了，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建立一个属于你生命的实体，实在的。我们为刚才你愿意更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眼睛闭起来，我祷告一句，请你开口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进到历史，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让我从现在开始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跟父神连结。请你这个时候帮助我，让我重新选择，选择一个永恒的生命。谢谢耶稣，今天早上愿意住在我的心中，永远不要离开。你在历史上所流的宝血要洁净我的罪，让我从耶稣的生命经历父神的生命。谢谢耶稣，借着你我要进到永恒当中，来认识你，来建造我的生命。谢谢你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我愿接受你进入我的心中。我将祷告奉告耶稣的名，一起说阿们。亲爱的耶稣，我们在今天早上敬拜当中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请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特别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的时间怎么用？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主啊，让我们不仅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认识你，来爱你，来跟随你。愿你的话在里面帮助我们。你说你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天天来借着你来认识神。谢谢我的主，听我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也帮助我每天都有学习，每天都有成长，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同心的回应，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奉告先教你会。
我们谢谢谢老师今天我们带来这么有哲理，这么有哲学的讲道。那我希望我们回去呢，好好的把今天老师讲的这一番话呢，好好的再反省、再省思一下。那我有个决定，我回去我要少打跟战斗。那请问我拍拍手吧，谢谢。回到雅典哥好吗？好，那我们现在来京剧朗读。那我们华语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啊。对，开始。自从上帝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我们台语请美玲。因为对错者世间以来，因为伊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永远的观念甲性质，上帝永远的观念甲性质，凡所看伊的，凡所的看见伊的，对上创造的你，对上创造的你，想了着明明看见，想了着明明看见，互因无路通提脱，互因无路通提脱。那英文我们请孟云。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 His eternal power, His eternal power, and the divine nature, and the divine nature, have been clearly seen, have been clearly seen.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So that men are without excuse. So that men are without excuse. 谢谢孟云。那接下来我们来奉献。